这个主题，因为我就喜欢蓝色，所以我就喜欢蓝色。对，然后这边也是蓝色，那这边呢就是太阳、旗子跟 L O V 跟爱心，而且我跟你说，我爱心画的很好。那这个彩虹，虽然这个彩虹有点失败，可是呢是能看的。啊，这是云朵，这是我们窗户草，一样是爱心。别给我倒下去，我还没介绍完。它的这个主题就叫蓝色房屋。哎，它的采光很好，旁边就有彩虹、阳光，然后还有一堆可爱的装饰。窗户多透气啊，地板还有草，可爱，真的。